今天上午10时左右，成吉思汗林口店发生一起那砸毁损案件。那犯嫌先以球棒毁损大门玻璃，并倒车冲击大门。犯嫌随即驾车逃离。我们立即锁定作案车辆，通报临近分局拦查，于1小时内带到嫌犯，那将其带回分局侦办。那初步了解，犯嫌因为馆长直播时哦的言论心生不满，那以毁损健身房大门的方式泄愤，那我们将进一步厘清案情，后续将依毁损罪依行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在了解他所说的是状况，那因为是说馆长在他直播的时候泄露他的个资，那这部分我们正在厘清。